杨毅的水墨创作呈现服刑期间和重返自由的心境。杨毅水墨创作展框内是杨毅服刑创作时期的作品，有纹身泡泡系列，传达受刑人处于时间的流逝，空间却静止于环境，只能不断靠着做未来理想的梦，并使用泡泡短暂迷离且虚幻的特性，呈现在终归虚无时空中。人的愿望只是寻找失望的过程。那我这次在高雄社会教育馆呢，所展出的是框内框外。框内就是监狱内，框外就是已经出狱时候的框，就是监狱外。也可以讲说是我们的心内与心外。大部分我的画作里面都是展现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现出来的东西，包括我在服刑的时候所看到的有一些事情，但是我看不过去又不能讲的时候，那我就用借由画画把它表现出来，目的只有让人家更了解说为什么这一些人他会做这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就用一种画作把它表现出来，然后给大家来看。我自然我出狱之后两年多，其实我都没有在高雄市长过，我住高雄，我是高雄人，但是我没有在高雄市长，我都在外县市。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在高雄展，我非常兴奋。我希望我把我的东西可以给在地的人看到，说我想表达的是什么，让高雄市的人的年轻人，或者是说有家里有服刑的人，或者是你一个更生人出来之后，你要怎样面对这个社会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，你应该做的是什么。而且你面对的困难，你应该怎么样去克服？这是我唯一想要表达的。这次水墨展的框外是杨毅重返自由，面临现实生活的困境，借由画佛磨练心境，使浮躁的心静下来，恭敬描绘心中庄严的佛菩萨。作品呈现杨毅服刑时期的重返自由心境，也希望鼓励更生人积极向前进。十八新闻王天伦、陈义尚，高雄采访报道。